看看新闻网。吸毒被抓后，房祖名方面的消息少之又少。父亲成龙在通过微博发布致歉声明后，也没了讯息。就在近日，香港媒体爆出曾志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自己和成龙私底下通过短信联系过。成龙在回复的短信中写道：“放心，我会和以前一样做好我的工作，不要为我担心，我还是一条汉子。”除此之外，曾志伟还透露，成龙和林凤娇都为儿子的事操碎了心，两人更是常常面对面哭泣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